膝关节跟那手关节就整到慢慢的，它是慢慢的变形。嗯，那个医生说，这个那种事啊，是一个喉癌症。当时我就懵了。我放弃了，我不想拖累了，要么我死了算了。拖是拖累，但是呢，只要我们自己过得痛快就好。每天起床，睁开眼睛就看到他陪在我身边了，觉得好幸福啊。这本书里面也为我们也写了一首歌，是这首歌呢，是我们三十年中相识、相认、相亲、相爱、相守、陪伴一生的所有的风风雨雨经历。这首歌就是叫《芳华》，虽然不会唱。但是我和我老公呢，就是很喜欢，写到了我们的心坎，可以念一下。不希望只是切痕的绚烂，一朵花开就是春的。谢芳闲暇的时候，喜欢读一读歌曲《芳华》的歌词，因为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谢芳和谢海华的爱情故事，歌名便以夫妻俩的名字命名。您最喜欢哪句话呀？就算往事始终留在这里，这一初心都不变，就是很喜欢，就是初心永远不变嘛。事实上，谢芳和谢海华在三十多年的婚姻里经历了很多苦难，是一首歌难以表达的。谢芳行动不便多年，吃喝拉撒全靠丈夫谢海华照顾，农活丈夫谢海华也只能趁空闲的时候做。谢芳和谢海华的结合要从三十多年前的一次见义勇为开始说起。这个正许是我爸爸你二月份去世的时候帮给我的，是我与帮在分支做斗争活着的。1988年的一个夜晚，在餐馆打工的谢芳睡到半夜，忽然听到了异样的响动，房间里进了小偷。谢芳在黑暗中与小偷厮打在一起，不幸被歹徒连刺九刀。那个星期的是自制的那个锉刀，有一尺多长，有这么长一尺多长。我直接抓来这个左手已经这个准确了。准确的整了粉碎性骨折了。浑身是血的谢芳被送到医院时，颈部、胸部、手臂和膝盖等部分有多处刀伤，造成严重失血，经医院抢救才保住了性命。已经只有两个多血了，谁是有生命危险呢？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的谢海华得知谢芳勇斗歹徒的事迹后，决定见见这位邻村的女英雄。看到他的伤疤了，啊，身上呢，这里啊，这里啊，啊，手啊，这胸部啊，肚子啊，他都给我看了，在我心里呢，就萌生了一个敬畏的心。谢海华在心中暗暗下定决心，要让身体虚弱的谢芳过上幸福的生活。那个时候，怎么讲呢？不知不求的，不知怎么样，我就应了他。那边有个军人呢，很大，就有个叫下去。让两人没有想到的是，这段一见钟情的感情却遭到了谢海华父母的反对。要是农村里面要洗衣做饭呢、啊，要炖菜呀、啊，是不是、啊？所以呢，就是怕他以后没有好的身体。因为这个农村里呢。还要受了这个伤的，哎，可能呢以后有后遗症呐、啊，或以后啊，你就会体质差，有病呐、啊，而且还是有点反对。谢海华父母的反对并没能阻止两人的恋情。1988年10月，谢芳和谢海华登记结婚，是跟我过一辈子，以后不管怎么样，啊，我们两人的事情，不要父母操心，不要父母管。
没有那么大那么大的顾忌了，因为正老邱都还年轻，老邱都年轻的，好像不会以后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一样的。膝关节跟手关节就整大，慢慢的，它是慢慢的变形。嗯，那个医生说啊，这个那种事啊，是一个红癌症，当时我就懵了。我放弃了，我不想拖累了，要么我死了算了。拖是拖累，但是呢，只要我们自己过得痛快就好。每天体检，睁开眼睛就看到他摆在在我身边了，觉得好幸福啊。结婚一年后，两人的儿子便出生了，原本是一件喜事，但谢芳的身体因为曾经受过伤，导致重度贫血，不断诱发疾病，身体肌肉和韧带开始萎缩，一点一点，事情就是关节疼啊。第一次就是这个脚底疼得走不了路，咋了呢？就慢慢些这个关节，膝关节跟着手关节就整大，整大，慢慢些整大，就慢慢的，它是慢慢的变形。那回事了，我说，哎呀，当时我就懵了，啊，一下子都问，他说，那个医生说啊，这个那回事啊，是一个红癌症，啊，也治不好。为了给谢芳治病，谢海华带着妻子跑遍了很多医院，花光了所有积蓄。啊，从我印象中嘛，就是我爸以前是打零工，以打零工的方式攒钱嘛，赚钱。这一有了一笔小钱呢，就也带着我妈去看病，基本上就是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。他当时就是萎缩的时候，就是不能够走路了，行动就不方便了不，自己也不能够料理自己，当时就是很疼很疼。他老公就是这里找医生，那里找医生啊。看着四处奔波的谢海华，谢芳心里是说不出的愧疚。他鼓起勇气，说出了自己的打算：我放弃了，我不想拖累了，要么我死了算了，要么我敲点老去哟，我死了算了，不能拖累。你还年轻的，你还帅呀，你挣扎一个算了。拖是拖累，但是呢，我也觉得很好。为什么呢？两个人在一起啊，主要呢，相亲相爱是不？我跟你少缺点少啊，不跟别人比，只要我们自己过得痛快就好。谢海华的坚持和用心照顾，让谢芳抛却了顾虑。为了缓解谢芳的病情，谢海华还专门去学了按摩。每天都做，早上起来做一次，晚上睡觉也做一次。就是他这个手啊，帮他做按摩啊，就是防止他的这个肌肉啊萎缩。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了好老公呢，真是不离不弃。每天体检，睁开眼睛就看到他摆在我身边了，觉得好幸福啊！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。谢芳和谢海华的幸福并没能维持多久。2013年，谢芳因为子宫大出血被送往了医院，医生诊断是子宫癌早期，必须马上进行手术。那里病没治好，有这么病也来了，但是心情呢很，不是怎么样，好像崩溃的样。3万块钱，我知道，没有钱了，我不想治了。医生诊断你不治不行呐、那就会死啊，就会死癌症，就会死啊。他是不想做，可能担心家里面没什么挣钱了，负担可能变大。我爸呢，他的意思是，不管钱这个金钱钱多少，一定要去治，治才会有希望，对不对？这家不能散。谢芳不怕死，他只是有些遗憾。因为看到儿子增加，要不看老公过上好的生活，照顾我，我过一天好日子啊。在谢海华的坚持下，谢芳被送进了手术室。3个多小时的等待中，谢海华父子想了很多。希望他能够手术成功，真是祈祷能把这个手术做成功啊！当时是一直祈祷。在谢家人的期盼中，手术成功了，一家人喜极而泣。我又捡回来一条命了。
老天爷真的是眷顾了我，我老婆也，照顾我，他老天爷不会丢弃我呢。膝关节跟手关节就整到，慢慢的，它是慢慢的变形。那个医生说啊，这个那种事啊，是一个红癌症，当时我就懵了。我放弃了，我不想拖累了，要么我死了算了。拖是拖累，但是呢，只要我们自己过得痛快就好。每天起床，睁开眼睛就看到他摆在我身边了，觉得好幸福啊。谢芳和谢海华不离不弃的爱情感动了很多人，为了方便谢海华照顾妻子，也为了减轻谢家的经济负担，岳麓区平塘街道安排谢海华到敬老院当保安，还为夫妻俩在敬老院准备了一个房间，这既让谢海华有了稳定的工作，也让谢芳多了与人交流的机会。在这里，谢芳笑容满面。喜欢啊，他喝开了，他就是骑电动车，不得碰到跟老人，娱乐哈，找打子麻将啦，有时跟老人去打子干啦，碰到有把车开到外面去转哈子，他喝开了的。谢海华年轻的时候学过理发的手艺，因此还兼任敬老院的理发师。刚才我要理发的，你啊，跟他来了。Hello。不能帮丈夫分担一点工作，一直是谢芳心里最大的遗憾。因此，帮丈夫招呼人这件小事，都让她开心的像个孩子。要剪头发不来？剪头发。头发我不想剪，我是。发很长。会雨了，这是泡很早，泡水喝的，每天都泡。如果是早晨，挺占早餐吃的，一开始撑一下就能吃了。这也是媳妇买的。2015年，儿子谢希龙结婚了。如今，谢芳和谢海华有了可爱的孙子。夫妻俩享受天伦之乐。然而，好景不长，2017年，谢芳因为胃病再次入院。我去问癌的不？问癌的有这个，我不做不行。医生看到，他不做，就会死得快些。我他做，我感觉好些。我是千刀万剐嘞。以前受伤也挣得这么大，现在连个胃都还堵着我的，啊，就是千刀万剐的这个，老是还是有点个子，想不通，现在也想那个真的是。突如其来的重病让谢家人深受打击，谢芳坚决不愿意再次做手术，谢家人却希望他能好好的活着。可能这个家可能也会散的，没有那么以前那么热闹了，没家的那种氛围了。当时他做手术是在这个手术室里面做的，做了7个多小时。当时我在外面也等了7个多小时。当时我在外面也是心里呢，心情很着急，要是下不了手术台，怎么办？手术台上的谢芳知道谢海华的煎熬，凭借着心中的执念，又一次。顽强地挺了过来。最亏的还是我老公，我最挂念的、最挂念的、担心的还是我老公，因为我死了，还回来照顾他，回来陪伴他，他辛苦了一辈子，我真是不放心他一个人。副院长做的手术，他告诉我手术呢非常成功，当时我呢心情呢好像云一样的散开了。这里去不通吧？
有时有一点。哎，你这磨的剧痛不？不痛，不痛啊。就是伤口有点。看起来蛮好的，这个蛮好，连伤口都长得好啊！拍三年了啊，拍三年了。他这个他肯定他照顾得好啊，他要是照顾不好的话，他也不可能恢复这么好。这当然是手术只是一部分，但是后面的调理、这个护理那是很重要的。他没有家庭就问了，没有什么东西，他也不行了，那也不能恢复这么好啊。这是个综合因素。谢芳总说，自己只是勇敢了一次，而谢海华却勇敢了一辈子。在这场婚姻里，他们一路披荆斩棘，相扶相依，成了彼此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一首歌，一首歌，怎么能唱出我对你炽热想念？心田，这一刻就是永远。这条路，这条路，陪你到天边，陪你到天边。我感激命运的眷恋，就算往事被撕成那碎。清水洗去我心头尘埃点点。